没有邓小平爷爷的那个改革开放，就没有我们今天幸福生活。我们作为一个初三毕业生，应该好好学习，努力向上，继承邓小平爷爷的遗嘱，为祖国做出贡献。我非常非常佩服他老人家，所以呢，看完这个追悼会以后，我就觉得他老人家走得太快了。说走就走了，所以我心里非常非常难受。中央军委在人民国土经济成本共同发展的基础。